集中兵力问题。集中兵力看来容易，实行颇难。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，然而很多人不能做。相反的，每每分散兵力，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，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，因而被环境所支配，失掉自主能力，采取了应付主义。无论处于怎样复杂、严重、残酷的环境，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是独立自主的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。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，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。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，下文就是失败。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，而是具体的、物质的。这里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。